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世界先看一段 WePlay 炸弹猫的影片》，结尾会公布抽奖的结果哦。
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想世界》。今天我要来玩，今天我那要来举办我那首幸运盒的抽奖啦。那我们马上开始，我要来抽奖了，抽出一个名额会送你幸运盒哦。那我们恭喜邱小珍获得了这个幸运盒的名额，麻烦在底下留你的 WePlay ID 哦。我们第二个要来抽玫瑰花，中奖的是哲的世界，那哲的世界，请麻烦在底下留言你的 WePlay ID 哦。然后我们来抽药丸。这是我的自己的账号，不算。我自己的账号就是不算，我们再抽一次。来，哎，怎么又抽到我自己的账号？再来一次。这边抽到的是唐城这位观众。唐城，那请你在底下留你的 WePlay ID 哦。